窦唯前妻晒与李亚鹏聚餐照，网友王菲这一家心真大。窦唯与高原是在2002年正式登记结婚的，同一年他们的女儿窦佳苑出生，但是这段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，二人在2004年就分手了。女儿窦佳苑由高原抚养，而高原是一名资深摄影师，他曾携女儿合作拍摄了一组广告大片，可谓是气质十足。王菲是窦唯的前前妻，高原是窦唯的前妻，窦唯的现任妻子据说是一名他的狂热粉丝。尽管王菲、高原都已经离开窦唯好多年好多年了，但他们之间仍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与李亚鹏离婚之后，因为女儿李嫣，王菲与李亚鹏也会有重逢的机会。窦唯的堂弟叫窦鹏，曾经是周迅的绯闻男友之一，窦唯曾经的队友栾树也曾经是周迅的绯闻男友。